我们矮，就比我们矮的。那全台湾人不都矮子了吗？不是说矮子，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有个迷思，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遗传的关系，像我三个舅舅跟我外公都185以上，然后我哥哥有188，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以来看到男生大概就是这么高。哦，那你们全家。然后我对于比我矮的人，我已经就是说不是就是说你对比我矮，譬如说你是172还是170还是168还是152，我已经没有太大的认知你到底有多高，就是比我们矮，就这样。然后就人类只有跟你一样，对，他说我没有很我很矮，我说你多高啊？165，他说165还好啊，可是他的身高我也搞不清楚，他到底有多高还多矮 ？OK， 对，所以矮个子男生的心态就是勇于承认这一切吗？反而会我就觉得就像刚Gina讲的，我那时候男朋友他们是很有自信，就是、他们曾经有任何一任是不准你们穿高跟鞋的吗？那我的职业关系，我平常是不穿高跟鞋，我的职业关系，我的他会送我高跟鞋。啊，他不建议我穿，那宋欣怡呢？我都不准哎。可是你可以往后退一点，就可以跟他同高。可是牵手很难牵。对，真的吗？如果当时你这个身高，他还要穿高跟鞋，然后比他矮的男生要跟他牵手，就不好牵。明秋，你跟他牵一下手看。就不好牵呢、啊，怎么会不好牵？就男生变成。就很像带弟弟出去，对啊，就变成你看明雄的手要弯得很弯，然后弟弟的手却然后讲话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往下看，怎么会老是？那如果要勾他的那个，勾他就很麻烦，就我就会勾到一下。其实当我男朋友比我矮的时候，我会好像都会这样子，这样什么就会这样。那明雄，你可以搂住他肩膀吗？可以、哦，跳一下吧。感觉是在跟哥们说话，对，就会很怪，一切就很不协调。我是不会这样子啊。不要勾，不要勾他肩。那你如果勾他肩，我从来不会去勾。那我勾你肩，哦，对啊，这样就还好。可是我都通常，如果男朋友比我高，我就会故意驼背。哦，反而会影响自己体态啊。对，就会很累。那拍照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坐啊，对，就坐啊，就不要站，然后站在后面。不然就是他站在前面，然后我从后面这样抱他，然后头就放在他的肩膀这里。对，拍一下照。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如果是站的话，就要退一点。哦，你要退一点，不要这样啊。对，这样就 OK 比较看不出来。那走路的时候也是要退后吗？就不用啦。走路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牵手就 OK 啊。对啊，就不要走得太近啦。不然就是稍微有搂腰，搂腰，有时候搂一下腰都还好。不是，可是我觉得你这种男女朋友出去，我发现别人都会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你。对，就是好像觉得这男的什么招数可以把到这个女的，所以男生就会很有那个信心跟优越感。所以你们都有故意炫耀过你们的高个子女友吗？我是没有哎。其实我觉得顺其自然这样子，对啊，因为我认识很多矮的男生，他们真的是一定要找高的女生哎，也不会炫耀，但你就觉得就是我身旁的男生朋友大部分都比我高，然后可是他们的女朋友都没有我的女朋友高，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件事，他不在，因为我很可爱啊，就是我很可爱，他就只有差一点点要把我抱起来玩好高，他就会很像一个弄臣，你知道吗？他会把你这样，好可爱，那要哪一种抱法才会对？是。你还可以这样抱他吗？可以，你还抱得起他来？可以，就是，但真的就是很吃力，而且、就是、因为这种，比方说，小别胜新婚那种抱就不行，就是说直抱，然后要把他晃，甩一圈那种。那没有办法，他会拖地。他会拖，我要是把他这样抱一转，他会拖地啊，所以你要他会脚在地上一直撸啊。你要让他脚离地要转得非常快，就要这样，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他脚离地、啊。就几乎要起飞，这样子啊，哦，快不行了，这样子好难。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抱他那种洞房抱也很难，你抱一下零头姐看看。哦，好。有办法吗？有，没问题。你可以，如果摔死的话，我会谢谢你。可以，你敢这样子啊？好壮哦！可是，那如果是要把它抱起来甩那种，脚离地那种呢？大力哦！小心鞋子会飞。小心一下，小心一下。好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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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恐怖。出国两个礼拜见面，两个都累死，好不协调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那你们有争取过这些高个子的女朋友在外头对你们做什么动作吗？夹菜，
为什么？就是他有时候我们比如说长辈在吃饭，他会自己主动夹菜给我吃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大圆桌太圆的话，他手很长就夹到，手超长，他会帮我夹小菜，而且那个小碟子而已，还没有煮菜出来，他就先帮我夹。他是怕你夹不到，他帮你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矮的女生也是会帮男生夹菜，对呀、啊，是一个贴心。对，那个还好啊，为什么要自卑啊？你想太多了。自卑真的。那真的，如果他在外面可以抱你或弄你脸吗？装可就是可爱型的都可以，可是我很，你家打头是打头 OK 吗？而且他打我们头太轻松了，玩玩的这样，就这样 OK 啊，这倒 OK。可是就是，比如说有些女孩子会跟男生就很开心，会这样子搂。对。然后当他这样搂我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可怕，因为整个大家看起来画面像李文勒似的，就整个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你就哎呀不太好这样子。那你们可以玩那个游戏吗？就是你要打他，然后他把你头顶住，然后你就一直这样打。打不到。实际上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就是我很好奇，我就说真的会这样子吗？他就不然试试看，他就顶着我，当然也不可能，他是稍微这样。然后你要往后打不到，然后你看我的什么被。我想说一下这个位置啊。出来脚也可以，真的有跟他玩，有，因为我很好奇这是不是真的啊？就是真的，我就大家就这样子捞两通，好不玩了，好讨厌的游戏。明兄不想玩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不准我女朋友打我的头。哎呀，那可以撸头吗？可以摸啊，可以摸啊。如果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他就惨。你会怎么样？他就惨。真的就惨。我会差不多两三天不跟他讲话。甚至我会狠狠地训他，是头，这是我的头，这是头我的头，不能打。很痛。什么？他好像很有威严哎。对，因为他中间有一道那个皱眉皱出来的那个痕。其实我对另一半是会很呵护，然后就是我可能会比较严谨一点。所以你们接下来除了你养之外，宋欣怡现在也有伴嘛，所以 Gina 你会一直往高的挑是不是？希望啦，如果跳不到矮的也 OK， 我觉得个性比较重要。对，你可以像 Junior 他们就个性很好啊。没有，我要现在讲认真，就是通常帅的男生，真的帅的男生都不高。你现在下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在聊夜店的事。我只是突然间有人逼到绝路，我很想讲的。你真的很欺负康熙，康熙有多少又高又帅的，就费翔就来这里过啊，就对呀、啊，你想什么 ？Tom Cruise、陈冠希都不算，都不高、啊。你不能选，一直选高啊，先选尾不矮啊。那就是我会看得到帅哥，就是那几个，怎样？你们三个都很讨喜、啊，嗯，是。然后你们接下来还要找高个儿吗？有机会度丢的话，就还是可以。对对对。郭彦甫最近要交到女朋友不简单吧？经过那六片的事情。六片。其实我们以前从也没有，不是这样。以前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矮有什么不会红或，对啊，不如人。上完这里之后，自信心有比较大的打击。没有，是因为被郭彦甫害到。没有，那个是真的是修饰身材。佩服你完蛋了，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。塞回去，请你把它还给他。你要塞回去吗？不然我这样怎么带回去？我没有带包包来啊。还是塞回去。好吧。哎，导播可以打字幕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谢谢郭彦甫，不好意思哦，真的对不起。不会，道歉大会我可以来吗？我们应该跟你道歉。道歉，谢谢。Sorry， 不好意思，谢谢。神情歌王郑中基豁出去了，不计形象与犀利比丑。哇，好敬业哦！啊，你也太诚恳了吧！明晚10点，中天综合台康熙来啦。